还等着呢，还没吃够。不如买点他们吃够。我感觉皮皮就是个小吃货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他就是个小吃货。还搁这里，当中搁一个呀。只能这五个。这哈，好了，哎，做一回都知道咋做了，正好这样吃，这个。没事，他那个嘴，我给你指示。你看你的嘴唇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哎呦，他这个是嚼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长这咬吧，长这样咬，哎呦，嚼露的看。嘴疼不疼？不疼。哎，不疼。呀，嘴都出血了，还吃呢。就是说，我感觉他是俺关键那吃了还没尝出那香味儿。那吃俩吃不饱，再下一锅哈。一会儿又好了。下一锅一会儿又好了。哇，这一锅又弄好了。先扒拉点吧。看看这次怎么样，做的成功不成功？成功。行，小子知道成功。哟，这次做的不行。咋不行？你那是半大的灰哦，不太啥啊，没那个，没有那个黑气。对，没有那个黑气，我感觉不能吃。拿筷子戳着看，里面熟了吧？熟估计不熟。看这一个，熟是熟了，熟是熟了，就让吃的行，就让吃的，这不这也焦了？可以再烤烤。哎呀，再把可再烤了，就这样就行。小孩吃不？还吃不，再给你端出去，行吗？行。这咋端呀？摁着。来，谢谢。来来来。吃饭了吗？再端再吃。来。再吃不？呀，这个还先黄了，你看不了。可能就原来就这样，那个烤的忒狠了。啊，你一个。我没有勺子。你没有勺子啊？是吧？看那天还能吃了这一锅了吗？我没有勺子。给你说的。啊。是吧？看一下熟了没有？我感觉像布丁。啊，像布丁，对。对，吃吧。来尝一下，看看怎么样。这是第二次做，这一次做的有点太嫩了。你还给皮皮呢？你别给他了，你把他光啥好呢？让你手里剁。那吃吧，你了。你熟了。这好只吃一锅了，吃一锅了就你在这吃的，不在这吃的洗的走。那吃吧，还热吧。你给弟弟拿一个。对。哎呦。叫他给爷爷给啊，婶儿的还。哎呦，婶儿，给他个婶儿。那就打一个，这还能打喽？哟，还拉个板凳的乖。那怎么拉完的？就爷照顾他。那不行。有点热，才想出锅。坐那吃吧，坐那里。坐那吃吧，坐那。我也要板凳。你们那我给那爷给你搬去。我就搬。啊，吃吧。看你啊，哎呀。吃完了再做。还有的，人家治好了，可能是长奶，长鸡蛋吃的那个啥。对，我天天吃那个。太热了。长奶长鸡蛋。我吐出。别打他。你吃了吧，那个也不吃。别打他。哎呦，小你吃吧。这不是给狗吧？吃这个了，吃啥了？你也吃吧，拿着。你也给我狗吃。喂狗了，你别叫，别叫他，你别有声音。咋的喂他？甩溜地喂他呗。对，往地下扔。